选手注意一下，因为这个是裁判需要在对，所以说这四个动作转一圈就可以了。第一个动作来，向右转，侧面向右转。注意哦，肌肉不要放松哦。好，再向右转。再向右转。好，再向右转，回归正面。这可能会攸关到进入前面我们的裁判机。那后面选手注意一下，我们放松一些，其他的裁判还是在工作当中。好，那这个量级没有问题，选手向右转，后台休息一下。接下来是女子组的颁奖典礼。